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，又係我 number 七 watch 豬仔，而家下晝3點鐘啊，豬仔先有時間介紹今日第二隻推介，今朝都忙啊。好啦，咁啊鏡頭前面呢只咧係 Casio Adivas 喎嚇，咁啊嗱，尋日咧夜晚嘅彩蛋推介咧都好多標迷中意啊，咁咧呢一隻咧亦都係好多標迷中意嘅款式嚟嘅，咁我。幾個月前都拍過一次嘅，咁但係當時咧就一直斷貨啦，咁所以2個月前咧，豬仔一直訂購到而家，係啦，都先至訂購得到嘅。咁啊嗱，一個八角形嘅標盤啊，咁啊藍色嘅標面配搭咗咧呢個不鏽鋼嘅拉絲花紋嘅標圈，幾靚仔啊隻標啊！指針加液晶體顯示，嗱呢一個黑色離子電導標圈啦，做咗八角形嘅拉絲花紋啦，咁啊成隻錶咧，其實 Casio Adivas 咧都係圍繞住呢個賽車主題啊，嚇咁啊賽車嘅機械感啊嚇嚇，咁啊一啲賽車主題嘅設計嘅手錶概念啦，咁個錶盤設計咧都係見佢都係好有層次感啊嚇。同埋一個金屬感都比較強嘅，咁你見到標盤咧，不論係液晶體嘅顯示啦，都有一個金屬邊框凸起嘅嚇，同埋一個測速計時碼錶啦，都係有個功能盤啦，甚至乎一個動力儲能顯示啦，都係有一個金屬邊黑色嘅金屬邊圍邊嘅凸起嘅，咁啊依個用咗 solar power 啦，光動能嚇。10個巴嘅防水，咁只錶殼咧做咗八角形嘅設計啦，咁啊依年幾兩年都好流行呢個設計啦，即係八角形嘅錶盤啦，你見佢做咗拉絲花紋嘅，啊個錶盤都好質感嘅，而呢個3點同9點位置咧就做咗光身嘅拋光處理，哇好有型啊，成個錶盤。咁黑道咧就係黐住個內影邊框嘅，咁都係做咗凸起嘅字釘啦。好啦，時分針都有夜光，一齊嚟睇下個夜光先。時分針嗱，黑道就應該冇夜光啊。時分針有夜光嘅，框住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時分針有夜光嘅，咁睇下燈掣先。嗱，右上角就係燈掣嘅，就係一個後面背景燈功能啦。嚇，有個液晶體嗰度睇到嗰個日曆啦。嚇，10月1號啦，今日國慶節啊。咁你見到佢咧，成個錶嗰個佈局咧，個設計咧都係好似一個賽車個錶靶儀啊，即係我揸車裡面個顯示屏啊，個錶靶儀咁嘅，即係個嚇咁啊，所以幾特別㗎嚇。咁錶殼咧就做咗個面做咗拉絲花紋啦，八角形嘅錶圈旁邊咧就做咗光身嘅，咁啊突顯咗層次感啦。錶腳位置咧亦都做咗拉絲嘅，硬啲嘅線條㗎嚇，型格一啲嘅呢隻手錶啊，硬啲線條嘅。咁而衍生側邊部分咧做咗光身嘅，中間咧有個藍牙嘅按掣嚇，上面都有藍牙 logo 嚇，咁啊擺咗3點位置，亦都有少少護冠位啦。你見到佢嚇上下兩邊有少護冠位嘅，而錶而呢、這個冇做呢個耳冚嘅，連接住一體化式嘅錶帶。咁啊好處咧就係咧佢戴上嘅時候會比較貼手一啲，唔會降開啊，可以貼手一啲嘅嚇。咁啊，配備咗呢個礦物嘅水晶玻璃錶面啦，圓玻璃邊嘅位置咧做咗車邊嘅，你見到嚇，可以留意下啲細緻做工。雖然隻錶咧屬於平價嘅光動能嚇，但係咧不論喺個錶盤嘅設計啊，到錶面嘅質量做工啊，拉絲花紋啊嚇，放射性紋嘅藍色錶盤啊，咁甚至乎錶圈八角形嘅都做咗拉絲同拋光嘅效果啊，都細呢啲細節咧都做到一絲不掛嘅。好啦，咁啊嗱。睇下嗰、那個，我哋睇下個功能先嚇，咁啊試下咧撳，睇下先，我撳翻出嚟先啊。咁咧就10月1號啦，就係第一個版面啦，星期日啦，今日嚇，咁撳一下咧就進入咗 stopwatch 嘅一個順計時啊嚇，咁亦都你見到嗰個計時碼標圈咧去到零咁樣嘅，即刻會嚇，咁跟住再撳咧就係一個 lap 數啊嚇，lap 數嘅顯示，即係當你計咗時之後咧有翻個lap 嘅記錄咁 memory。係啦，跟住咧有個倒計時啦嚇，1987654321啦，timer 啦，即係我哋倒計時啦。跟住 alarm 啦，可以係藍牙連接手機功能咧設定咧，應對嘅應用程式裡面設定一個鬧鐘會方便啲啦嚇。咁呢個有藍牙啦、Bluetooth 啦，再加上咗 solar 啦、光動能啦嚇。咁啊 well time 啦，可以做一個 UTC 嘅，做一個GMT 嘅兩地時間顯示啦。指針係一個香港時間 local time 啦，而後面液晶體就係一個兩異地時區時間嘅顯示。好啦，咁啊再撳翻第一個版面去翻嚇，咁啊所以幾得意嘅，成隻錶咧喺功能上面啦。光動能啦，100米防水啦，再加上藍牙啦嚇，咁其實咧真係唔差成隻錶。好啦，再加上咗呢個八角形咁
潮流而家咁興嘅錶圈啦、啊、好啦，咁啊睇埋條錶帶，錶帶做咗一條實心嘅不鏽鋼嘅拉絲花紋嘅錶帶啦嚇。咁啊錶扣位置咧亦都係做咗一個摺疊式嘅保險錶扣啦。咁上面都有 Casio Edifice 嗰個 logo 啦嚇。咁撳掣打開咧就做咗噴砂嘅薄橋。我睇埋個錶底，我哋一齊嚟。錶底咧就做咗一個嵌入式嘅底蓋啦，嚇咁啊，上面都有 Edifice 嘅 logo 啦 ，Touch Lower 啦，光動能啦，日本機芯啦，嚇咁樣嘅寫住咗。咁啊 ，Water Mist 10.8啦，嚇10.8嘅防水啦。好啦，反翻過嚟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呢只錶咧屬於大直徑一啲嘅，同埋咧有啲手感嘅。因為上次我拍咗只咧就膠帶嘅，咁有啲錶迷就中意鋼帶啦，即係佢大汗啊就會嫌膠帶絕手啲。咁啊，依個鋼帶嘅推介啦。咁啊，鋼帶就配藍色面放射性紋錶面黑圈啦。咁啊，成只錶咧171 gram 嘅，咁所以成錶都重身一啲嘅，係171 gram。咁我度一度個直徑先。嗱，個直徑咧47mm 到嘅錶徑。47mm 到嘅標徑，厚度14mm 嘅厚度，而個 lug to lug 咧就51嘅嚇，51嘅。咁好啦，試下戴上手俾大家睇先。嗱，170 gram 啊，哇，戴上去其實幾有型啊，成日錶真係，同埋咧好貼手嘅，唔降手嘅，係啦，47mm 嘅直徑，雖然戴上咗只14.8cm 嘅手腕，都唔算太大隻啊。嗱，豬仔推介呢只嘅 Casio Edifice 八角形錶盤拉絲花紋。幾多錢呢？嚇，雙顯示光動能，咁啊豬仔推介988蚊嚇，988蚊。咁咧呢只錶咧就係1840蚊定價嘅，啊咁啊除14/1840咧就53折嘅啫嚇，53折，所以非常超值嘅價錢啊！出面應該賣過1000嘅錶，嚇咁啊豬仔1012蚊嘅應該我見過係，咁豬仔推介988蚊啊，一個非常超值嘅價錢。如果中意呢只錶嘅錶迷咧，聽清楚啦，豬仔得四隻現貨啫，得四隻現貨，原裝行貨有曬說明書、合法保證嗰啲。咁中意條片嘅錶迷記得俾個 like 贊下豬仔啦嚇，中意只錶嘅可以去 WhatsApp 標題嗰度 WhatsApp 我打俾我都得，係啦。咁啊嗱，你嘅支持就係豬仔最大動力。咁啊記得撳個鐘仔訂閱。讚好好冇咁啊，先會豬仔先要有動力再拍更多好片介紹俾大家嘅。咁希望大家國慶節愉快啦，係嘛？中意呢條片嘅標迷，記得盡快揾我。我覺得你如果見到實物嘅話，一定唔會後悔。呢只錶非常之超值，係啦，有手感之餘咧，就係八角形錶盤好靚啊，成只錶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謝你哋。